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买这个加温棒要来加温啊，但是有很多同学哦是叫要用这个加温呐啊，但是五爷有一派说法是说要加温，一派说法是说不用。来，我们来分享给同学。我目前来看，因为我们现在外面寒流，大概外面气温是10度啊，里面的话已经嘛是21.1嘛啊，但是我有问伊顶下头家去综合一些讯息。人是讲22度海水缸来讲，伊就是算紧绷啊啦。啊，但是又有一派朋友的说法，我原本也是还蛮认同的。啊，但是咩讲，我就是讲啊，这几百块买上来，会温度卖遐低，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不错。啊，我来分享下的感觉，我想讲，啊，外口海水它也是会有春季、春夏秋冬嘛。你冬季的时阵，外口海水遐尼啊冰，下骹的水。我是觉得应该是会低于22度啦，哦啊，但是因为在做潜水的朋友是讲，你看上面是很冰哦，但是你一到下面去的时候，内底是暖和的，啊，所以讲有地热问题啊啥小，我们不管啦，所以我就是开钱去买一支，哦啊，但是这不绝对啦，因为整体在看就是说，诶，鱼的活动力嘛，目前来看也是都正常，鱼啦、虾啦，啊，它该睡觉就睡觉啊，然后。浑浊的部分解决了嘛？啊，这个紫电海葵伊个绽放嘛，是拢做正常嘛？啊，我想讲，无要紧，甲加落去啊，因为咱台湾嘛，罕日的迄种寒流，啊，这么寒流，我靠，10度啊！但是我觉得现在是里面21.1嘛，假使再低的话，最低20度，伊毋知站会牢。我是感觉应该是会，但是不想去冒险啦、啊，哦，我们就是用这个之后把它恒温在24度，安尼啊，但是都起嘛，别当加伤济啊。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嘛，目前是看应该是想办法弄在这边啦、啊。啊，因为它那个要横放啊，横放唔知伊这加这海葵它疼掉嘛，唔知道。哦，横放过去那个电线从那边跑出来，啊，你也是坑一边，感觉看起来是较无法理想啦。啊，你如果放后面。好像也没有地方可以放，有点窄啊！哎，海，迄什么海参，迄支17点，我们来去也烫着哦。哦，在那边，好，我们就把这个打开吧。啊，白龙学习惯瓦数用低一点的，其实瓦较袂香啦，怕的时伊较袂注意啊烫。好，打开，来，好，甲开开。啊，这支我已经以前有买过，我是觉得蛮好用，买两支啊，我感觉这物件俗个好用。哦，哎，伊这。什么石英什么烧的？我、哦、这，我主要头给你抽正歹，抽正歹，无抽呢。好，来，里面说明书那个我们不管，白龙血先拿起来，这个我有用过哦。安尼，这个沙咧较袂去丢一个破的。啊，我买这是侧挂式的，哦，它这边就是两个吸盘吸住嘛，哦，啊，内底是灌石英的，啊，这边。哦，这样子，有啥后面带去买？哦，拉掉，啪，快转，瞬间拉掉之后，哎，这有哦，我感觉这就是啥会当高嘞，我感觉这个感觉较赞。哦，转进去，转过来，安尼调嘞有哦，啊，这个它就这样，哦，无什么技术性的，就这样，诶，推进去哟。遮暗嘛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你搞的玻璃，就直接可以挂着。啊，我们先设定让它跑24就好，因为海水唔免伤烧啦。我是感觉哦，迄个同学，迄个啥，送我鱼多，迄个阮加同学，伊讲免加，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啦，但是想讲卖去甲拼啦。因为我感觉你若像明仔载个小我回温我，它里面鱼缸大概22、23，我是觉得是还 OK 啦。但是这种物件。咱就是啥，一个技术交流，咱卖多咧比战，好，来开始，来这个放进去，顺便分享一下，伊这个针吼，你装进去的时候，你不能这样子哦，伊一个所在敢若是感温，一个是加温的啦，毋知是这个所在加温，还是感温，我袂记啊，你要横放在下面的时候，伊迄个水有哦，伊较袂讲一边烧一边冷，因为它会去感温嘛，所以你毋好是囥安尼，无你若讲向落的时阵，伊会一直用的煮鱼仔汤哦。然后目前来看，放前面又太稠，放这样就不行。然后我们来看，就是只有放这个地方了。啊，这样放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
这个所在有哦，这几块这可能要掀起来要刷过，啊，不然呢，我这一次它可能放不进去，啊，后面那边好像没有位置，哦，我讲今天我真急呢，哦，然后这个我们先把它勾上去好了，哦，这机，啊，伊这个好处是啥？它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勾了，我就介意这个感觉，哎，勾咱就好了，哎呀，因为这个，这个，是我对到了唔对，我这个勾来安尼。高了不讲改安的，哦，这个地方好，我安尼这么底下转，是不是较靠方便？还是要来装这边？装这边，完全没有地方可以放，装头前伤歹，我无爱啦。暂时的啊。我无爱，我是一个，迄个啥要做认真的人，我哪会当安尼乌白装咧？啊靠！我这是装了唔对平呢，装了唔对平呢哦。啊，等，这个再拿出来。后来这个把它拿出来，是觉得应该这样才对，因为你夹落去，伊这玻璃哦，夹起来时阵，这个厚度它才能很密合啦。啊，你啊，原底这边安尼第六感装是看，感觉用起来拉稀拉稀，知道？好，再把它装上吧。好，瞬间装好之后，哇，这个距离就比较少。啊，因为这有一个缺口，是一个迄个啥，互人第六感就瞬间你装的感觉从。夹在一边，但是我感觉安尼有安尼夹起来是叫做硬的，结果我那确实唔对，好不管，好后来这一根要先拴进去的啊，因为在拴的过程当中吼，上面搬动这个铁条安尼唔知骨会叫塌陷呢无，还是先轻在偏了后边得个，我咧看先轻在偏后边得个，要不然你移动的时候，你这嘛不是一个常态嘛？做啊，这偏爱康得个。但这无输咧，唔知叫造起来无？先来研究一下哦。我又海水到冰的啦。因为你这安尼落的时阵，我海葵才唔知去会去烧着，我唔知呢。不晓得会不会烧到咧？奇怪啦。我来想一下哦。有咧动哦。嗯。白龙鳕这个龟毛的个性，我要把它这根加温棒放在这个地方。这卡会卡，你遐食，咪咪安尼安尼啦，系安尼，系对，迄无水哦，我要甲放来食，唔知成功无？迄、个，这支我先杀走，这支比重计我先拿走，好，比重计拿开了，我要不要搬那个石头哦？要从这边。直接来这一摇，你直接这样拴过去啊，拴不过去啊，歹呢，无多呢。我跟你，我就是想办法先放进去的，快转了。来，白龙鳕想出来啊。后来我要从这边哈、哦、对焦哦，把箍进去，因为它这个可以闪过去嘛，把箍进去的时候哦，啊，直接这样仰视过去，线牵上来，因为那个活死都摆好，不要去动它。过半小时，白龙鳕龟毛的个性。我后来把那个活死都移开了，哦，把它埋在那边，哦啊，等一下那个沙子盖起来，啊，活死再放进去。龟马的个性，大约折腾了一个钟头，后来变这样，哦，我也一直该换姿势，换姿势哦，怎么摆都觉得不 OK。后来把它这边搬来这边，然后一样，哦，那个埋在里面的那一根加温棒，啊，这个来追海葵哦。让它可以这样抱在阳光之下，一摇开开安尼无。先换个换新，较袂去用看紧。然后，哦，要来把它插上去的。哦，真刺激呢！来哦，插落，劈落。它现在温度是 21.8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把它上升，不要上升太多，先回加到24度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大概再过几个钟头，我们再记录一下哈，最后变青。来，开始加温之后，这个再动，我发现到，家大里安尼足假咬的呢。白龙鳕安尼算什么画虎不成反类犬呢？伊这安尼左右劈劈劈，这到底是正常无正常呢？这唔知是当大里水底哦，大里迄条石啊，我泡泡游泳嘛，会使，但是你无遐严重，还是伫海水的关系，白白白。
对啊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嘞？好奇怪欸，这到底是有正常吗？那么搞，那搞到袂害了了，对啊，一变变变嘞，奇怪啦，这到底是对啊唔对？哎呦！奇怪，因为我伫阮兜，我较早咧用哦，它埋在土里面呢，也是一样，一边干了，一边烧，应该照顾嘛是同款的，怎么一直白白白咧？白者我会惊咧，奇怪，这到底是对还唔对啦？假搞呢？还有21.9，我紧啊，先加到24度。大约经过一个小时，我发现一个缺点。这个所在有无？因为伊迄个水流哦，它从这边流过来嘛，啊，不然水对它起流哦。我发现到你也伫迄个角落，为着美观在那边加温哦。你看那个多利在那边睡觉，唔知叫烫着哦。啊，后来我把那个上面那个管子的沙给稍微喷较出去，伊只会接触到水啊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啊，这个角落，伊这个温度计是遮嘛，23.4哦。但是你这么咧循环过来，伊会较遐较烧。我这边它是把它开这样子，你看，我开到要到27度呢，唔知是这袂准还是哪。所以就是变成那个区域的温度是27度，然后这个前面是23.4，所以变成是安尼。所以我感觉这尾后壁可能还阁刷位啦，啊，伊你若讲若甲刷来遮有无，这嘛是差不多同款，你都变成遐冻掉，水都变流袂出去啦，没有水流过去啊，真假搞呢？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先这样子了。同学，后来白同学那个龟毛的个性，把它全部又翻缸了，把那个感温棒从这边移到那边去，花了快2个钟头的直播。哦，这边。哦，感恩帮这边，哇，怎么刷来加我？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现在温度把它设定25度嘛，对不对？它还没有跳掉哦，温度就慢慢爬上来了，哦，误差就没有超过45度了。你这么我，它那个水，哦，水流就是从这边过来，啊，它那边加温好之后，水它才不会原本挤在那个角落，一注意是安尼过来，原本要这样放，啊，我原本放在这边是错的。你这么注意来，加完全小水接掉，伊走袂起哩。所以温度那边设定28度哦，跳掉的时候这边大概23点多而已。啊，这么按理来讲哦，这样就算正常啦。哦，谢谢收看啦。然后那个很龟毛在那边造景哦，有要补课去看一下，花了大概2个钟头。哎，经过了一天之后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哦。哦，24.3，看这边，哦，有啦，有准啊啦，哦，大概24度那边啦，哦，一些话有误差啦，所以我后来把这个哦加温棒搬来这边是绝对是对的，哦，伊就是一个，那是一个啥，小洋流的潮汐安尼过来喔，啊，这边的水它才不会积在这边，它会慢慢的过来，热水过来这样子，啊，要不然原本。装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你开到28度，我才差不多23点多，大概这样而已。哦，好了，简易的不专业分享给同学。